我现在又来到第二家 Kissland 的，就在我刚才逛的那一家出来以后往左走，真的就像现在蔡琳讲的一两百公尺，这家的风格又好不一样，都非常不同。我不晓得他们在哪，应该在楼上吧。这家感觉是比较属于我年代的东西耶，哇天哪、啊，哇，这个感觉是很接近我年代的。我要往前看一下，他们可能在楼上或在哪边，我不知道。这边有米奇啊，然后有圣斗士星矢。好，我往上走一下。哇，这边很多公仔，一楼都是一些公仔。这间店我就没来过了。可是如果你是喜欢公仔的，这间店应该、刚才我们就在看，不知道是、是这一组吧，对，这边都有在卖这一组、好，没关系，这组我应该不会买，所以我就不看价格。好，逛一下，他们应该在楼上。这间店好不一样哦，跟上一间店完全不同。他们应该在楼上。哦，好重。下来了。有逛到喜欢的吗？这个上有一组昨天才发的，我觉得那组很帅。那就买那组什么？我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可是我感觉它很……真的，我不想要上去啊，好重。你在走电梯啊？那边有电梯，从那边上去，那个电梯有一只手很帅、真的哦。没关系，你们看完了，这边几层楼？这边两层吗？这边卖的东西很不一样哎。有啊，神灯。我说在这里。哥哥喜欢海贼王。那、你喜欢吗？你有看到神灯吗？好，走，我们去逛一下。有，我没有，我看到挺图上的神灯，可是我没看到真的神灯。我想买个非卖品。你想买个哪买哪个非卖品？非卖品怎么买？老弟们帮帮忙。那等一下，让点点滚，你要买哪一个？他想买非卖品。你们知道这是非卖品哦。这台车也蛮帅的。这区都是非卖品。我们都喜欢非卖品。非卖品就是你有一种你买不到，这也很酷哎。为什么不让我们买非卖品？因为他要收藏啊，这卖给你他就没啦、而且就是因为非卖品你才会想买啊。走一圈，哇，二楼这边有电梯啊。它只有二楼，对不对？二楼的手帕在哪边？有一只手，对不对？在那边。好，我走上去一下，你跟妈咪讲一下。你要上去哦。赶快，我们赶快上去，赶快下。妈咪呢？妈咪呢？还在一楼啊。我刚买飞麦片，一点二五亿的美金。你有带钱吗？飞麦片。你付5000万，他会卖你吗？不会，因为那是他的心肝宝贝，可是也不一定啦。如果你付5000万，那第一，你有5000万吗？我说，如果你有5000万。这个很帅。这只也很帅，这我不懂，这完全就不懂。妈咪都说这只。哪一只？这边全部都是钢弹呢，这只哦。
我看这只，哦，是上面那一只哦，不是下面那一只。Hey boy， 你觉得那一只很帅？我们走一圈好不好？你有看钢弹吗？我没有看，我没有看钢弹，可是我们走一圈。那边在播哎、欸。嗯。那我想要走一圈，我稍微。Excuse me。哇，就完全走到零。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也会买钢弹的，可是我真的分不清楚，这应该都是钢弹迷可以买的，不是可以买的，喜欢逛的，也不一定会每个都买。可是这个，哇，很多，这边还有一些零件类的，喷漆。好，好，阿佑，我们下去了，不然人家妈咪找不到我们。走走走走，阿佑，阿佑，我们要走了，走喽。啊，赶快赶快！那只好大哦。对。哎呦，我要下去了，我真的好重，我的天啊！我要搬哦。啊，好重好重。啊，好重！好，我们去看妈咪在哪。上一间店比较好逛，这间店就不同的味道了，要喜欢的人。公仔很多，都是走那种公仔类的。你买，你付钱了吗？我逛完了。逛完了。这边是摄影 OK 的哦 ，photo OK， 很难得看到 photo OK 的。你有看到神灯吗？没有看到神灯。买这个啊，毛利小五郎，这好可爱，这好可爱哦。我、哦、这个还蛮可爱的。毛利小五郎变身成这个。他不会变身成那个。哎、欸，这个也很像哎、欸，哈利波特这。这很像哎、欸。哈利以来就是看到这个。这谁？其实我觉得龙恩的头这边有个洞。龙恩的头哪边有个洞？哦，头发那边啊，就是他的，他染发没有染好啊。我想买那个飞麦去。这东西比较不俗，可以买。嗯。
哇，好多比克。哪一盒？哪一盒？不知道。不晓得。在这，怎么长大了？我长大了，这是哪一个？那个、啊。不行、啊。我找。要结账了吗？我逛完了。你要买什么吗？没有。我很犹豫要不要买美少女。那你就买啊。过了这个店就看不到了，对，过了这个街就看不到那个店。哎，红色的这只好帅，红色，这也好多很像的 Star Wars 的。啊，要放好。哎，有卖小丑哎 ，The Joker， 也不便宜哎，1000多块。这两个在里面有，但是这个不是满的。他可能拿闪动。好咯，我们现在确定会买就是这个。他想买这个。他刚才已经讲很多遍了，你又没有钱。有点贵，那是要5000日币。不是非卖品吗？有，他只是展示在那，然后这在这这边。哦。妈咪决定，我没有。对啊，我没办法决定。好喽，就录到这边了。这间就是又比较不一样的店。我们刚才就是从那边走过来。我们等一下应该会搭电车回酒店旁边的店吃拉面。我们今天晚上其实不太顺利啊，今天晚上有没有拍一支影片？我们找了一间，我们做了一个题材啦。因为我相信啊，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，看到这个时候还在看的，真的是老粉丝。那我们原本做了一个题材，我从来没有在我 Google 的，就是你他 Google 都会每一间餐厅嘛，他都会推测你喜欢的程度。然后我们有一间喜欢，就是它的什么度我有点忘记，反正它是到100%，从来没有一间店到100%。然后我们就去吃，哦，想说拍自己吃。就我们有点失望，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有点失望。就那间店东西不便宜，
然后虽然很 local 啦，可是就是那个价位，我觉得如果它再便宜一点，就符合它的环境。哦，就 Google 的好感度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拍到坐下来吃完第二道菜的时候，就决定不拍了。所以有时候拍影片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今天就是没有说非常顺，可是也还好。今天就没有，今天一支影片都没拍，就单纯就是跟各位分享这些生活上。阿佑还在那边，这间店又是另外一间的。哦，如果你真的有喜欢的，可以来逛。我就录到这边咯，各位晚安，拜拜。